遇到重大艰难的不得左右，我一直不孤独 ready to fight， 战斗就要展开，全场听到声嘶的号角响起来，掌声为我和他的心一起打开，快加入综艺新时代。来，我们今天综艺新时代确实来到了高雄市，先介绍一下我阿翔队的阵容好不好？来，首先欢迎伟瑜，来谁呀？哎，林柏宇，张立东，帅帅帅帅帅！哎，浩子队这边有凯西，亚涛，哎，少一个，少一个，最后这一位，我要好好的、隆重的为大家介绍哦，哎呦，我是心中最爱的阿翔啊，这么肉麻，一辈子的阿翔，他是我的呼吸。你真的吃错药，是我的血液，我们感情有这么好，我会用一辈子的生命守护他。是啦，他说的也没错，毕竟爱他，毕竟是个团体哦，我们是互相欢迎阿翔。很难得看到乱弹阿翔一个 rocker， 然后进去歌王，然后在我们现在玩游戏，这难得是看不到，这个在这里哪里有黄色啊？一波黄色，这个是黄色的，只有那个黄。而你翔哥了 ，OK 啦，哎，那这一边这一个队伍叫号角响起队嘞，号角现在是2.0，那报警，那报警报警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我是阿翔，我们是号角乱响起。好，讲大家看看啊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没有这个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想啊。比赛赢最重要，团名重要吗？对，想不想？我们阿翔比多两个字乱弹，怎么样？只有他会乱弹吗？你会吗？我们不会吗？你会吗？不会啊！这种东西还需要教吗？我们很会弹。乱弹啊！而且你好是速弹，速的超快。好，我们看。但你只会弹艺人吗？你会弹我们的长官吗？长官在这里。你好棒，弹长官 OK 了。那你只会弹长官，你会弹我们老板吗？老板在。这是我们老板乱弹，乱弹阿翔，乱弹。观众这边有没有观众？观众没有。阿贝，你不是皮笑，你是皮笑，乱弹吗？弹开来了，你是在来乱弹的啦。好，来了，生游戏啦，啊，比赛了。综艺新时代全新的一个赛制，哇，会有两三个关卡，每一个关卡赢的队伍呢，就可以有享乐的部分，但输的那个队伍呢，就会进行加班的这个惩罚，好不好？惩罚就是加班啊，帮观众朋友介绍更多的高雄美景，好不好？所以一定要赢才可以享乐，好不好？第一关我们要玩什么呢？玩这个。啊，高雄市民天口福啊，要加的啦，真的。要加没？没胜。就是两队呢，在高雄在地的三民市场里面，依照周单位提供的美食线索，找在地的路人，让他们猜是市场里面哪一道美食。那规则清楚了啊。其实最害怕的应该是说加班要加什么？对，还好啦，还好是打工而已嘛。对，那打工打什么呢？打工输的人就要体验高雄最刺激的空中360度游乐设施。哇，360度，就是那个一直转那个，有光转有自转那个，站上你叫吗？我们怕高。安妮，哎，好奇怪哦，我们七个人都在那边，好害怕。哎呀，杨博也胆子啊，你是关主，你是关主啊，你嘛是爱来正呢。我刚刚你看起来都清楚，这博你不是在拍电视，你起码不是在拍电视，好不好？你也是在里面，你是我的队员，你是我的队员，好不好？好担心我们啊，快，你要认真啊，下来。没关系，一个就认真，就随缘呢。我说实在的，说实在的，如果按照刚的规则是找路人讲，不是自己讲嘛，找对路人就好啦。哦，那你今天还运气呢？对啊，你运气好大哦。你终于投入了，运气好一点，运气好一点，运气好。好，那我们前往。好。三民市场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熟不熟？你们非常有名，在地很夯。那你熟不熟？不熟。你也不熟，那你我也算不熟。基本上我知道了，大概好比说高雄，我最爱吃烧肉饭、鸭肉饭。啊，鸭肉饭很有名。鸭肉，欧链嘛。哦，欧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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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应该都会有了。来，那我们的板板呢？板板，第一道板。
哦，来，这一道美食是眼前的黑不是黑，热门烤肉食材，火锅一片肉翻面。你有讲到吗？我们一起回答，一二三，烤肉。认识了，认识了。是烤肉吗？他一个说米血糕，一个说烤肉。那你说什么？我认呐。我说烤肉饭哎。两个一串，这最简单的。甜不辣，甜不辣，不是啦。我认啦。对，眼前的黑不是哦，我是台湾回民。好好好，我们先要去，我们先走进去看好了。三民市场是这样，对，它这个早上呢，就如同是传统市场一样，婆婆妈妈会来这边买菜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卖衣服的，那如果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好像就变夜市，夜市，年轻人就会来逛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三哥，我觉得啦，我们好有经过一个还不错的店家，好，我们可以停下来看一看。OK OK， 明白明白，我们不要挡到人家了。拍谁拍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找个在地的路人哈，来看看能不能哦找到这一道美食。啊，年轻人，年轻人，来来来，住高雄多久了？从小到大，所以你是在三民市场这附近。对对对。那我接下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，待会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。100%确定才可以把这个美食讲出来哦，不可以乱讲哦，不可以乱讲，好不好？眼前的黑不是黑，热门的烤肉食材，薄薄一片要翻面，哎，注意喽，两个一串刚刚好。你认为这一道美食答案是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烤欧链，哦，烤欧链，烤欧链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我们必须，因为他已经讲了，我们就必须吃。好，吃完我们才会知道错还是对。对。那哪边会有烤欧链呢？对啊。这附近哪里有？就这间店。哎，真的呢。哎，哇，这么刚好。怎么这么巧啦？哎呀，这不就烤欧链了吗？那老板给我们几个烤欧链一下哈，搭配组合一下。哎，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，你看，真老的店啊。对，咱来到这个菜市场，这叫什么菜市场？翔哥，这叫什么菜市场？三明菜市啊，三明吉亚啦，对啦，很多 local 的都在这边买菜啦，哎呀，来这边接地气一下，真好。啊，你赶快讲，我们第一个要找什么食物？第一个美食就是食物之一，能离开和尚端端汤上塔。这一定是中药补的龟汤，一个什么汤啊？我有四只脚哎，两三只啊，当归呀！哎哎，你好厉害！今天不能输，你今天不能输啊！今天真的很想赢哎。好了，那我们去诱导大家说那什么鸡？当归呀！当归呀！来吹几个，来呗 ，local 哎吼，来吹几个，吹几个，哎，四只，再来吹，哎，这款也这里啊。阿姨你好，来好啦，我要问啊，一年四季都有在家里放那个东西啊。对啊，你哪有这么高水啊？哎呦，哎呦你还没问你啦。你只要我跟你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在找一个好吃的，它是的树木里面的一种啦，啊，两只脚的啦，啊，花生哦，伊唔知端啥物汤啦，上塔啦，嘿啦，啊，这物件呢，养生搁滋补啦，加补就对啦。你都讲是安尼，你唔是安尼，你唔是安尼，是啊。你都叫咪讲要食啥物？系啊，啊你哪会搞讲输不落去？输不落，不然咪输啊安尼。安尼好。是啊，你都叫讲个啥物鸡啊？
好，谢谢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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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你阿公做伙去，去吃素不拉鸡啊？不拉鸡啊？我请你，好。阿是公家应该无咧卖素不拉鸡正多啊？哦，肚子饿了，烤串好香哦。阿烤了四串而已啊。重点是还要加那个对的酱啊。看自己喜欢了、啊，我自己觉得原味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也喜欢原味。对啊，鲑鱼，来，你第一口先交给你。好。好汗哦。哇。哦。好香哦。他把旁边啊，烤的酥酥脆脆的，然后中间你还吃到藕类那种 Q 弹的感觉。那这藕类他刚刚问了一下，用九母鱼下去做的，高墨鱼，哦，这鱼香味非常的香，它没有所谓的鱼腥味，对，对不对？手打手打，应该手工的。来，花熊，请告诉我，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？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要重复一次。我们的答案就是烤藕莲呢。藕莲。对。都吃得惯怎么办？啊，不行，恭喜答对。哎。对呀。对对，太简单了。第一题，这算是简单的，蛮简单的，简单的哦。嗯，简单的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先谢谢老板，然后我们去边走再边晃一下。好，好，来来来。哎，老板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老板谢谢。太好吃了，恭喜阿内哈。你无卖鸡啊，甲卖鸭啦。哇，这只好食款，你讲哎，老板你好。阿弟，你们有卖四物鸡吗？没有哈，那我就放心。阿弟，我来食一只冬瓜鸭嘞。这只有够好吃哎。啊，未使讲生了有够好看，什么生了有够好吃，敢无够好听？听得不是很开心哎。来，我们进去，进来了。啊，好期待啊！来喽！大家好，哇哦，大龟鸭饭哦，这个饭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哇，有汤，有中药味啊，有中药味，好香哦，很香。这个饭，这个肉很肉，肉很香，哎，香，香啊！那个里面是鸭油呢，而且他很用心呢，他把那个鸭肉这样一丝一丝呢，好认真，这样鸭肉丝很细，一条一条的，很清爽的口感。哎，你们吃这个肉了没？还没，还没。好好吃哦，超级嫩的。入口就烂掉了，牙口不好的人也可以吃。真的，先让他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有吗？有跟棉花一样，慢慢入口即化，真的啦。不够。Rocker 不说谎。掉牙，啊，我喝假，我告诉我喝假。真的香。那我要吃一口，你让我这样直接咬一口。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然后沾沾沾沾掉，有没有？五口，五口，五口。大口一点，这种哎呀，哦，哇，连皮带肉带汤还带面线，嗯，感觉中药很大块多，嗯，好，安内那也再来公布啊，阮的正，阮的答案就是四物鸡，恭喜，答错，答案是当归呀。都没有这么真心的想哭过，其实痛苦的时候还是要笑，好像没有关系。你觉得蛮好，上面都磨练胆子，两名立马还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蛮好的。来来来，把题目来给我们，大家都喝得很开心的哈，要认真来这个答题一下。来来来，甜而不腻像老夫妻，白泡泡又咪咪，黄立成底加底加，圆圆的。这是这是这是我哥哥，我哥哥最爱的，我哥哥是 Jeff， 外骂弟弟，对，弟骂弟啊，骂弟啊，骂弟啊，咱行咱行啊，边走边走，来来来，小班长，哇，你跟我上，你起来就灿烂了，他班长嘞，班长朱班长，哦，我讲各位，哎呀，阿班长，哎阿伯，阿翔快叫，阿翔快叫，阿翔。阿姨，这是耗子，这是耗子。阿姨，你还去？我嘛惊你啊！真是衰哦，这么真实。我看，我去那边照个看。谢谢谢谢。耗子干掉。到底几边干掉耗子？啊，几边干掉阿翔？来，第二道，请上。这边，帮我们念一下。这道美食炸的油亮金黄，李玟、周杰伦不拿刀。第七位，外面撒
四牛虎兔龙蛇马老马老哦马老，那外面想吃吗？对啊，那为什么是刀马蛋呢？不拿刀马蛋，有蛋黄口味的马老吗？刚刚你找的马，这次换你找。好，好，好好看。好，我来，我看一下。好看。哎，这个美女，美女，日系美女，来来来，嗨嗨，你好。这边的在台南吗？高雄的吗？高雄。常来这边吗？偶尔会来。熟吗？熟市场吗？哦，那用台语问。Baby 家，你家 Baby 家。好好好，我刚刚会晒。会晒，你敢会晒？快问看看，我咧拜拜。哦，你有咧拜拜不？哇！拜拜时阵，你要买买几滴滴滴滴滴的水。你把我们搞坏了！还没有看题目，还没有看题目，他没有看题目哦。你卖什么了？你点的，好，你确定是真的？没有，我确定，因为。足肯定的，还是足肯定的。好，阿弟你问。好好好。足恐怖还是足肯定？要这也要台语？用台语，用台语。这种米是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讲完。在油量真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辛苦。Coco，Coco，你阿姐巧，无诶。你对只讲是英语。文家做杰伦，我抓到，我抓到，我抓到。在你身上的气味，还有外靠三鸡毛。不要再乱讲，好恐怖！三鸡毛，三鸡毛，三鸡毛，你是啥毛啊？这里这个马饼啊，马饼，哎，跟我们讲。十二生肖第七位啊，马饼，我觉得马饼肯定啊，是马，对啊，马饼啊，刚那边有看到啊，一颗撒芝麻，黄黄的，哎，你找到真的美饭呢，被丢了，不是，我们刚刚还猜错，我们猜麻辣，啊，加五杯麻辣不？麻辣，麻辣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就是马饼，你好棒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好棒哦。当然，可以吗？啊，好啊，找温暖，找温暖。我要去吃哎，我去。好棒啊！铁粉啊，铁粉是香港。哦，香港的哦，看到了，有看的。哎，游轮游轮。来来，我们来站中间一点，看没敢懂的，好了。站着站着。啊，你是高雄人吗？住很久了。住很久了啊！你有没有最喜欢吃的美食？有没有最喜欢吃的美食？哎，我们没有要问美食啊！哎，你最喜欢的那个烧肉饭那个可以。哎，烧肉饭最后面，最后面那边有一个黑轮的。哦，有。那边有吃阿廖的。还有没有甜点？有没有类似甜点类的？甜点类，糕糕，甜点类可能要到前面一点。啊，你没有爱吃的吗？前面一点有那个粉圆啊。OK， 然后他推荐的烧肉饭，哦嘞，啊粉圆，还有还有什么？哦，排骨酥。三哥，他说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问你问题而已。我来问你在地人嘛？对啊，很简单啊，我们想要询问你们对于美食的了不了解？北泡泡又米米，应该就是白色之类的哦。黄立成，底家，你有什么见解吗？有没有想法？有啊。哎，有吗？不要乱讲，有吗？你知道黄立成？黄立成你认识吗？认识。那你有想法吗？哎，没有哎，他没有。我就只是跟他聊聊天而已。好，拜拜。OK， 太好了，有想法嘛？想法太好了。这个你一讲什么，我们就要去吃什么。真的。来，哎，怎么称呼你？怎么称呼你？蔡小姐。蔡小姐，请问你看到这道美食的形容，你认为答案会是什么呢？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前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就去看看啦。哦。是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一起。他们一起。是这个吗？对啊，烧马蛋。烧马蛋。今天应该丢了。哇，好酷！老板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是浩子，哎，你们在卖这个什么小马卵哦？小马卵，那也叫小马卵啊？哥，嘿，看到是啥？我唔知影咧。安尼吼，哦，他说是爸爸取的，那不行。啊，小马，这是小马卵哦。对，我变小马。哦，对，我。哦，我记得呀，哇。
有鸡梅啊，你把伊鸡梅啊包咧内底，内底有包鸡梅啊。哎，我看有啊，系啊。我讲几粒，讲几粒。一二三四五。四粒。五粒啦，伊买只。五粒。老板娘你好。老板娘好。啊，恁上有名的是啥物货哈？老公啊，米糕糜，啊，搁烧麻糍拢做。烧麻糍啊，烧麻糍啊，啊，那就来，我想两碗烧麻糍就好。两份就好，那就烧麻糍里面请。好，这就是蔡小姐所说的烧麻糍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不会错了，应该是不会错了。那我们它麻糍好大颗哦，要分呐，要分呐。我通常你们都怎么分？我都是这样，像你这样吃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这个是北泡泡，北泡泡又咪咪啊。我也来试试看。好好吃哦，好想吃花生。哇，芝麻好香哦。芝麻香吗？哎呦，芝麻怎么样？它不是那种一般的芝麻，我觉得它的芝麻特别挑选过的哦，比较香气比较浓郁，它的香气就会冲上来。哦，这样香味就好像芝麻粉去炒过，对，然后那个芝麻香气是吹散的感觉。好好吃哦，嗯，还真的好吃哎，好吃啊，都是不一样，厉害。欧雄，哎，我们的答案麻糍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来，恭喜，答对，哎，哇，我现在比较担心隔壁那一组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帮忙啊，谢谢蔡小姐，谢谢，神雕侠侣，老板哦，谢谢你，吼吼，好，这都假哎。合家合理吗嘞？感谢。哦，哎，我来看一下第三道是什么，我们先看嘛。哇，感觉好难哦。哇塞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不行。今年是什么年？猪年。A B O A B， 你应爱主演用喝的。爱大肠。大肠。跟猪。猪肠。同一个 A B。用怎样？为什么用喝的？喝的。大肠喝什么？鸡脚汤那种血汤。猪年，对啊，对啊，大肠，它是血型，血型猪血，血型啊，是不是？很强哎！还好不要叫我背棒，因为我的队友比我还背。哎，我们研究研究，弄出来了。对啊，现在重点，我跟你讲，这题算是连我们都犹豫了蛮久。我想这题我看应该会答不出来，这个一定要找年轻人。每一题都要找年轻人，没有这一题真的一定要找年轻人。找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小贝能啦，就跟鸡蛋一样大小，差不多呢。好，里面包什么？我们一起很可爱的吃下这一口，好吧？拿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你为什么不吃？你为什么前辈？看你们前辈，你为什么不吃？看你们可爱的吃，可爱，你示范给他看，可爱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很正常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哇，好害羞，好害羞。这好像港式饮茶的那个，是哪种？对，很像哎。里面包应该是豆沙了，红豆泥啊。没有红豆啊。这是红豆啊。哦，没有红豆啊。有不一样的红豆。菇啊。啊。哇，我们的妈妈。对哦。那你是红豆，不一定会知道的吗？有惊喜耶！那我们快在一起。那我是红豆，谁是红豆？就你。好了，发现你们今天很厉害了，很爬紧你们队长。我是花生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就是包马蛋，恭喜。对，答对了。真是天使，谢谢你，天使，谢谢。好棒，仙女你好棒哦！你还有什么？我再包20颗给你。还是想现场听翔哥唱歌？好啊，好。阿 Q， 你现场唱。Life， 要哪一首？哪一首？要到我坑空了，好，阿莲当桂冠啦，好，小姐，没有，很简单，聊个天而已。老师，你有在看韩剧吗？很少哎，很少哦。那李英爱你认识吗？认识。李英爱有演一部很红的，以前有我讲韩剧，你觉得以前李英爱你想到什么？她演古装那个。呜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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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有看过啦。啊，其实是这样啊，很简单，我们再玩一个游戏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年是什么年？哎，好，好不好？什么年？什么年？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用喝的，你平常都有在吃饭喝什么？哎，别急，别急，你先冷静，想好。那你只要一讲，金万一答错，我们还是要去吃掉。他说不定是哦，老 K 那个鸡肉要切啊。冷静，有想法吗？知道美食有一个完整的名称哦。有 feel， 好来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好来，我看我们的蹦在这里，麻烦你大声的对蹦，面对镜头讲出来你正确的答案，讲清楚哦，想清楚哦。请问这道美食是大肠猪血汤？哇，好精准，好精准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去喝大肠猪血汤。好，目前成绩两头一中哦，哈，命中率厉害，厉害，讲真，永远他永远都这样，天天的，天天开心。来第三题，好，三题，好，加油，超棒的，把台语念一下，不要让观众看到，不要，然后你念，让观众猜一下，浓油嫩汤，红熊咪。红熊咪咪，好像客语，走位，高扎比，啊高扎比不走位，虾猪猪虾大滴心海大红来，这句很标准，一点都不标准。虾哇，虾哇哇哇哇，我知道，虾大滴心海大，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里？海绵宝宝，这标准，我只有最后一句听得懂。高扎比呀，高扎比有，高扎比很标准，高扎比。大红来，阿你有答案不？冷汤啊，冷海绵宝宝，勾扎米，海绵蛋糕，是是是，对。问一下前辈，古早蛋那个啦，对啦对对对对，古早味蛋糕，古早味蛋糕，它怎么有凤梨？因为海绵啊，因为。好啦，还给你看的快，还卡通啦，还不要紧，你敢要请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是谁住在水环的大凤梨里？海绵宝宝。不是，没有，我们没有，还没有，我们往前走，来走。哎，我觉得这一对有文青感，他们应该会喜欢吃这个。来来来，这边请，我们是在地人吗？在地人吗？来这边请。很好。高雄到位耶。铃木哦，哇，到个叫来这么远呢。有常来这边逛吗？啊，你把题目念给我听。一道美食，浓油嫩汤，蓬松嫩米。高扎米，虾肚条，新海的大王来奶对，大王来奶对啦，太大心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朋友啦，八大心的好朋友啦，八大心好朋友这样，对啦，所以你感觉你对这个题目，麻烦告诉你心内迄个答案到底是什么？海绵蛋糕，对，安尼你会再重新去食无？都有我在美好。而且，那也真多。哇塞，哦，太开心了！哎，老板娘你好，来，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在这边开店很久了吗？对，几档啊？从他阿妈到现在，5、6年有了哦。有，给我们两碗大肠猪血汤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来了。哎呦，大肠猪血汤。哎，光是看到那个汤的那个，哦，好干净的大哇，这个那厚啊，厚切的啦，而且这好干净的感觉哦。来，我们来粉粉的干一下大肠啊，好来一起干大肠，干肠，干肠，寸断，不要寸断啊，不要寸断，干肠就好，干肠，干肠就好。怎么样？哇，怎么会这么软又这么嫩呢？又滑，对。然后里面的那个大肠里面的内馅那边有没有？非常的这个像豆腐或者像脑髓一样。然后它飘出来那个一个油一点油油的油脂味又很香。哇，那个好厉害哦！是哦，啊，猪血，猪血，好吃的猪血就可以沾酱。嗯，它是偏硬的猪血，非常有嚼劲，应该说，扎实。对，很对。对，猪血汤没有错，感觉它是真血做的。一定要真血 ，A B 型的，我看。好，你讲得出来哦，好厉害哦。好吃到你会想要鼓掌。太太，这边太。
太吵了，杂音太重，听不到。你要补啦，好，知道。加啦，加啦，加啦。没关系，菜市场官嘛。哎，哦，哦，老板哦，老板哦，哇，老板娘哦，哇塞，我老板娘在练哦，太棒了，完美，完美的一碗，厉害，大肠猪血汤。那我们这个连大肠精喝到都会唱。现在想喝大肠猪血汤。我们讲成这样了，开心成这样，也唱成这样。对，再来，如果还不是，不是的话，我们不会翻桌呀。傻眼哦，老板娘，没有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哈，有没有大概上个礼拜还是前两天有来跟你们拜访过？有没有？说我们要来录，有吗？有。来，请公布老板娘。三题都对。啊，你今麦是要翕相了？哎，了解了解，啊，不然再去食看麦。好，好，来。啊，我无要入钱，敢会使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哎，不要紧。啊，我入钱啊，哎，大家试看，试看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传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，我因为外面是脆脆的，然后有咸咸的奶油。脆脆的，真的真的是脆的。海绵蛋糕怎么会是脆的？是软的，它绵是酥酥。然后一咬下来超级蓬松，会跳舞，因为它的蛋超香。开始第一口舌头接触到就是外面那个咸味，嗯，它是会呼吸的，会呼吸的蛋糕，啊，膨胀很密，嗯，就在嘴巴里面暖暖，像气垫粉饼一样，很蓬松，对，很蓬松。一般很怕这种蛋糕会干干的，它不会，它有一点湿润的，对。我有讲吧，谢谢你们带路，谢谢。这一段路还真是不辛苦，就在这个这一摊的前面。所以我们的答案啊，海绵蛋糕五爪味，恭喜答对。这个还答错也太难了吧？太难了，这关就搞呀。所以目前我们是三题对两题，很厉害。对，命中率66%了啊，超厉害。我们只能祈祷他们三题中一题。希望他们也去试试。他们要是三题全中，我希望他们他们三题全中，我们叫他们就中。不是他们怎么办？是我们该怎么办？是我们嘛？是我们要怎么办？对，好，那我们要去面对现实。要吗？还是不要？我觉得我们再多吃两口。不要一直吃蛋糕，他有卖爱玉冰。对对对，我们好好好，这里想坐下来吃个爱玉冰呢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还有这照片，我们现在找不到他们，我们就不要去找他们。我没有看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不敢上去。什么？在隔壁？我们他们在那。我们没看到，我们没看到。但他们好像在隔壁呢。是吗？那就赶快去嘲笑他们。我去看一下。这么巧啊！隔壁是吃什么的？不知道。哎，隔壁吃什么啊？哎，是这一间的吧？哎，还有，他今天找这一间的。手下败将来了，要来面对现实了。你们不少一个人啊？他已经去享乐了。享乐了嘞，他去享乐啊。哇，那你叫菜啦，讲阿玉冰的翔哥，哎，哇，讲个是黄爷啊，哎，我看你背影在吃冰，我好想搭讪你。你好，你是长发辣妹，长发辣妹。阿林嫂，三道吃完了没有？早就吃完了。那我们两边都吃完了嘞。吃完了，要公布了。好，公布吧，叫他们去。浩队答对两题，阿翔队答对三题。蛋呢？蛋呢？蛋呢？真的假的啦？蛋呢？所以你们赢了。我们赢了。好像是这样。蛋呢？蛋呢？刚刚他说耗子队答对两局，阿翔队答对三局。哈哈哈！阿翔队，你绝对够力的。阿翔，阿翔，别打阿翔，你搞清楚，厉害！哈哈，你在逗呢？我们很棒哎，我们赢了，你耗子队。他们赢了，哇！把这拿下来就好了。拿走吧。很浓色的，不要换颜色。我换给你，这个换给我。你打给我。那么胜负已定了啊，3-2的情况下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享乐组的要去哪边呢？享乐组就是享用高级海鲜大餐。海鲜大餐还要再吃，好痛苦，好痛苦。现在机器在拍这一对四个人冰镇的感觉。这么快乐，因为他怕是
他怕热，他怕热，冰块下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阿莲，我们赶快去享乐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去吹冷气，吃海鲜大餐，好不好？阿翔队，啊，我喜欢是对啦，对，阿翔队 ，Let's go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吃很厉害的海鲜。还有，来到高雄就是要吃海鲜啦。海陆早餐这一间的老店哦，有名的。进来看一下，我们赶快先进来看一下。哇塞，新最新鲜的蛙跳脚的海鲜，我的九班哦，另外的九班。哇塞，都是高级的海鲜食材。哎，这有一些瓜牛嘛，对不起，乱弹阿翔，全来加瓜牛。他养的，把他带过来。好不好？哎，已经煮好料理，在这里等我们了。哦吼，哎呦。高雄最著名爱情摩天轮，真的哎！你看一下哈，我们这边也在转，可是我们是慢条斯理，轻松自在的在转。他们那边是，我们是自转的。我要说什么来？我们要去加班了。我刚刚上网查了那个影片。我很后悔我看了，我觉得没看还好，我看完好恐怖，很恐怖。我瞄了一眼，好恐怖。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他是一直这样子，这样转。要去之前，一人一颗。有这种药？晕车药。吃了会有效吗？一定要吃，我没有骗你。好，一定要吃。蹲下去，哎，蹲下去。避孕高位。避孕高位。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间餐厅，整个高雄啊最知名的海鲜餐厅。嗯，啊你要自己来吃料理的，或者是要宴客的，都会找这间餐厅。来，各位，哎，刚刚看到了九班，哦，龙虎班呐，还有这十班呐，龙虎班，有九班一样哎。哎，对你讲到重点，它上面有这一层黄黄的酱，没有，然后呢它没有那么的浓稠。哇，真的哎，它是不是还有蛋呢？对，下面是下面有蒸蛋哎，现在我捞才看到。对，是蒸蛋。它这个东西哦，哦，听说是用这个老母鸡的汤头去熬煮的，然后上面还放上这个南瓜，上汤就对了，上汤啊，汤啊，哇，上汤南瓜，你看看，而且是很清淡的料理。我们这边是上汤，他们那边正在母汤。他们啊，汤啊，汤啊，汤，汤，那个谁啊？是的，你乖，快点，你在里面一分钟了。你冷静，你冷静的。你不可以他们说你们说不行的。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你真的要放，这样不好看。好，帮他做。真的假的？你看就可以，你想看都可以。就不行了。哎，翔哥啊，你不可以。你爸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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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在干嘛？你做两次啦，翔哥，我是来宾呢。你讲嘉宾哪里来宾？哇，这个气氛怎么搞？还准时客哦。爸爸用成语，我们先上去，走走走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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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我拍出去都没哭得这么好啊！你走开。我拍出去哭得这么好，我早就红了啦。真的啦，阿公死掉那一集我都没哭那么多啊！你们怎么甜蜜了？要面对了，要面对了，各位。你看，各位，待会呢，这个转转呢，这个会公转。你坐在这里面呢，你还会自转，所以自转又加公转，这样。公转自转。好吧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要怎么玩？你说，一次两个人上去。
一次两个人。对，然后呢，你们掷骰子，骰到几点，在上面就要自转几圈。我来看看，我要自转几圈。1 1 1 1 1 1 1 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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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
你帮我的，你很会风凉话呀，平常录影也都不讲话你啊。来，凯欣。六，下面比较重，对，他有作弊，这才有作弊，你再来看。六，一啦，我是来宾啊，你好夸张，一啊，你用一就一了，真的，你用一就一，用一就一，我没有要花一点，花一点。没有，他答应后来没有答应。好可怜。好，我们先做做看，你等我们。啊，等一下，还没有准备好呢，还没啦。我有问题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有问题耶，我说我有问题耶。我是说我要回去。你在哪里？你怎么这样？堂姐，该面对就要面对，除非。堂姐真的很恐
除非你猜拳猜赢我，我就请凯西帮你做。快一点，剪刀石头。你这个时候到，你的，我说我输，我说你不要这样，我说我输的时候，凯西帮你做，凯西也很恐怖，凯西帮你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凯西快一点，凯西害怕，你输，凯西快一点，你跟我猜，你输，你输，你快一点，你这，你我抓到他，我抓到他，我快点，你冷静，你冷静的，你输了，你冷静。哎，好啦，你都来了，不然就我跟你啦。走那个，对，我们两个。来一个，两个拍一张，好帅哦！拍照，来一二三。谢谢谢谢，好想赶快把它平了下，因为真的再多一点就出来了，真的还好我把它吞进去，我有帮你准备，我把它吞进去，那个鸭肉还是好吃，温温过还是好吃，温温的，那有一个四十七圈的，你怎么有办法转四十七圈？你头发好乱，你怎么有办法转四十七圈？好，不要跟他讲话，别别别，不要。不要跟他讲了，不要跟他讲了。哎，我们挑战成功，挑战成功耶！我们现在在前镇区的这一个算是集合。哦，集合的一个市集，打卡拍照热门景点呐、啊。哦，现在高雄最夯就是这里啦，对啦，王美都一定要来的。真的好多学生来耶！哎呦，欢迎你们啊！哎，好啦，阿金马姐啦，要底下要做美文创名家哟。这关的命运游戏就这个。啊？投文字仪。对，这关呢就是请两队坐在有滚轮的办公椅上面，
分成四棒进行接力赛，最快通过终点的那队就获胜。赛车比赛，赛椅比赛，对对啊，请两队队长猜拳，选椅子，猜拳选自己的爱居。好，来，阿翔的对决，好，阿翔，单挑打，你立的。好，那个，你是在选哪一个？不是啦，你选哪一个？选哪一个？你平常时是喜欢比较乐开，还是讲娇小可爱？你要来知影。这个椅子，哦，还是总裁椅，展示你展示。你说翔哥，请坐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椅子不是这个，这个好吗？这个营救椅哦，营救椅。哦，来，你再选，你再选。来，翔哥，翔哥加油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Yes， 我赢了。我要选哪一把比较好？娇小一点，娇小的吗？就那一把好了啦。红色的，红色的。没有啦，要也不是你推进来。不是啦，也不是你推进来。厂商我们叫不会买啊。不要啦，你看你到底要几次？关多久啦？那一把红色的啦，你把小的撸过来。哎，小的好像蛮好撸的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晶晶。晶晶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换你。我觉得那个可以选一样的。黑的跑比较快。很轻。来，我。啊。双胞胎的对决，双十对决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又赢了。来，你选。我要这个。啊。有桌子的这个。啊，桌子的，有桌子的，有桌子。哦，这只有四只脚哎！再一个 pose， 再一个 pose， 才能出去。不用我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立冬在那边等那么久，还没轮到他了，就让他继续等就好。好，我选这个。好好，来，凯西。你真的要试小的哦？可以啊，不能偷撸了，不能偷撸了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剪刀石头布。蓝龙牙，蓝牙鬼嘞。阿伯昂的好啊啦，哦好，好昂啊昂睡昂睡，好啦昂睡又走班，好，哎谢谢谢谢，好，好啦亚堂选一把，绿的，最后耗子，我们连输三把，队长帮你们讨回来，好，哎待会加油一下，嘿，加油，加油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这边啊。这个，大的都被全多，那个多椅脚的都被拿走啊！好了，那个红色的只好推过了，推过只好，哦，你推过来，哦，好看，哎，宝贝小米，收服太难，还是剪，还没签收，一起把你剪收。不好意思，开始比赛是？现在比赛，开始比赛，练习时间。哦，赛车一下，熟悉一下自己的赛车了。好，带开了，好了，然后我们来各自带开。好，游戏规则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、哦。那么等一下，哨音一吹，旗子一走，你们就把椅子给转背，侧面的走，不要背面，怕被危险哦。对，侧跑哦。好，这一大圈包括三个大弯之后，来这边接棒区。嗯。但是二四棒要接棒的时候呢，我们要 cosplay， 要抽签，所以拿到棒子就抽签，一抽马上穿衣服，好，就出发了。棒子不能掉，棒子掉要回去捡。要捡哦，棒子掉要捡哦。来。好来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我搞了，我像奥运一样。哦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。好，注意，预备。我开始，开始。他居然，哎，你到外面干嘛？居然，加油，加油！卡住。
先出来，等出来，快点，等我先出来，等我先出来，好紧张，翔哥。跑那么远呢、啊？喂，快点！谁会先出现？到底谁会先出现？是亚堂吗？亚堂加油！乌云来了，乌云，好大一圈，好大一圈！亚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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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堂！哦，棒子给我，棒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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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抽签，抽签，抽签！雨衣，雨衣，雨衣，快点，雨衣，快点给我！快，快，快，快！先棒，先棒，先棒，这里，这里。快点抽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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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签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下课去啊！好好好，都看到，下课电影，看戏的电影，解码，解码，我打你的，很穷吧？哎，他有，他完全不是，好像，好像一路过来的他。快点！然后再去下一个国家才来。对对对对，哎，不好控制，真的。哎，真的，因为你有时候用力过猛，你方向错了，你要刹车。你看，会不会等不到翔哥回来？已经等不回来了。我可以认真了啦。等一下，你们这一棒谁？我。小康，你最后一棒，我跟你讲，我是 ending 哥。半圈，半圈，你三圈都回来。翔哥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谁呀？对啊，半圈以上我都要记得翔哥的心里哦，好吧，给你一次。翔哥在哪？还没回来，阿哥。双响，我一下。翔哥怎么这么久啊？他不是很快吗？他是有遇到什么？他的速度很慢呢。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接棒，接棒，快，接棒，好。接棒，接棒，好累啊！接棒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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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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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快接了，快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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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安全帽怎么戴啊？套上去之后再戴。我刚刚是这样，套上去之后再戴安全帽。对。然后戴起来，扣起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刚刚。哦，哎哎，我刚刚，哎来了来了来了，赶快赶快。也太快了吧！接棒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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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快点快快接棒接棒，快点快点。快。进来进来，快点快点，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
帮你们加班了啊。那请问要加班加什么呢？要干嘛？获胜的队伍享乐组可以享用米其林一星的高级牛排。那我们加班加什么呢？进行美人鱼特训课程。美人鱼，对对。你叫张立东穿美人鱼，说实力能看吗？美人鱼算是，他是水平侠。他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比较胖的寄居蟹吧。什么水平侠？什么水平侠？哎，拜托。哎，我们去享乐了，耶！一个环境，各位，这一间饭店呢，在我们高雄来讲算是非常顶级的五星级大饭店。那我们现在是在顶楼，它的无边际，甚至是透明泳池，无边游泳池这样。这个画面很像是我们四手相。我们中午有看过。你记得中午有看过吗？哎，我在九班哦，你们在九班哦。对，都是高级的海鲜。哎，有人去花莲吗？这不是乱弹拉响，乱加花莲，就在一个海鲜。还在嘲笑那些，结果我们现在在里面跟他们一样。好了，也不要说，也不要这么说，算很可怜。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但搭配这个夕阳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鸡牛排根本不值，真的，我们这个才是无价的，来到港牛排肉松能这么，但是穿人鱼但是游泳只有，对不对？从顶上来把球往上顶高就过关了。我不能睁开眼睛哦。好，我们落败的队伍马上进行这个最终的考卷。好的，你快点。好，来了。美丽的人鱼。各位，牛排界的教父，哇，对，熟成牛排，芝士熟成，干式熟成，为什么要牛排要熟成？先不要讲，好吧，先不要讲。看一下它的横切，哎呀，哎呀，看一下这个横切，哎呀，哎，电脑出去剪来，电脑出去。芝士熟熟成的这块，美丽中的美丽。哦，真的哦，顶
金牛，金牛，金牛，金牛。为什么牛排它需要熟成？因为让它那个风味更加的丰富，它那个气味会更加浓，而且是源源不绝，然后搭配它丰沛一直出来的那个肉质量，这时候要干嘛？进它，赶快进它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好开心！各位，湿式之后干式牛。哦，这个啊，这滴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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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源源不绝，源源不绝，给给给给。你如果遇过女生吃牛排吃最大块的，真的我没有骗你。怎么样？那刚刚那个湿式，现在这个干？现在这个呢，它带有油脂，所以它的肉感觉更湿润，然后那个油跟那个肉混在一起。这一块肉是男人，因为慢慢放在那边静置，然后风干以后，它那个表面呢，其实它的水分是跑到中间的，所以外面它稍微煎一下的时候，就会有脆度，就会有酥脆感，然后会有焦香味，焦香味会带领你进去它原那个肉里面那个原汁原味，就是那焦香味是非常浓厚的，那个男人的味道是直球的对决，这时候怎么样？对决的时候怎么样？赶别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太太哦！你怎么那么快哦，妹妹，你真的是很会喝酒，嗯，好开心，敬各位，敬各位。今天真的很感谢你们一起来，然后来成就这一顿晚餐，好棒！最后我可以有一个不情之请吗？你刚刚速度太快，你在那边跑的时候，大家没有看到你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哎，怎么有这个？刚刚不见了。刚刚大家刚好没有看清楚，来，最后要再麻烦你帮我们做一个 happy ending， 来，所以你要把头发放在前面，对，头发放前面。而且蒙娜丽莎这个画是你在哪一个角度看她都她都在笑哦，然后你要先看旁边，然后数到三的时候你要转过来笑，对，然后数到三转过来笑这样，然后说各位观众晚安，下次见，这样，好，来看旁边，好，一二三。转过来，然后呢？然后要笑，然后说：“各位观众晚安，我们下次见。”这样，各位观众晚安，再见。